手机大厂下一个战场在哪里呢？在荧幕啊，要来比谁的荧幕比较大。三星就准备了发表第二代的折叠机，小米也端出了这个屏占比高达 180.6% 的环绕荧幕，而另外一个厂牌 LG 今天也秀出了科技，双荧幕的手机竟然可以360度的反折，但是实用吗？带您实测。在上面一点点，旁边一点点，拍照时看不到自己的样子很困扰吗？ LG G8X 双萤幕手机让你轻松调整喜欢的角度，开启前镜头再对折变身拍照神器，还可以拆解几个步骤变回单萤幕手机，画面一转成了掌上型游戏机。你变大也只能这么大了，现在目前最大的是 Note 10 Plus 6.8 寸三星的，那你再更大的话呢，一手无法掌握。所以为什么这些品牌商开始在思考说，我要把萤幕做折叠，或者是呢，我把萤幕做成双萤幕，那这样子你手握感体验才会好的。但对手三星也不是省油的灯， Galaxy Fold 折叠萤幕展开后放大成了 7.3 寸小平板。还有来自中国大陆小米 Mix Alpha， 拥有 180.6% 的萤幕占比，搭载一亿画素镜头，各家品牌出奇招，能否吸引消费者恐怕还需要时间验证。东森财经新闻曾昀昕和坤元台北报道。